组合拳仍然有那个拉筋的感觉那个外星人呢，已经把那个把火箭上的绳子拉好了已经系好了系好了，已经慢慢把它吊起来吊起来，移走了，移走了移到了一个地方了移到了一个地方了移到了一个地方这个时候我看到马斯克了，马斯克了，有人提出建议来说把马斯克的火箭移掉一个。说把马斯克的火箭移掉一个这个由外星人定的由外星人定这个事情由外星人定这个事情由外星人定我就不掺和这个事了，为什么？免得那个美国法律上面，讲到谁拿了他的东西，然后以为是用于军事什么目的之类的，然后上纲上线到是出麻烦事了让外星人去评估去，外星人最后的结果，马斯克的东西暂时，不要动它，免得赖上了是这么一回事好，知道了，知道了好，再见再见再见